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、hey!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、oh! 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、hey! 耍快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你说过完这暑假，上一任学长一毕业，是不是练习室舞蹈社以后我就是社长了？那可不是吗，你看看这身高，不是你当难道我当啊？也就颜值比我差点，不过当社长又不是拼颜值是吧？我颜值比你差，上学期、哎、哼，上学期，上学期你俩就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现在还是一推就倒，连重心都站不稳，还跳什么舞啊？门边上裸点呗，挡在门口还不让我们进啊？上周我们学校篮球比赛你看了没有？当然看了。我们居然又赢了。你没事吧？这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好了好了，热身吧。我说我们社团又不是武术、跆拳道、拳击，弱不禁风怎么了？谁说弱不禁风就不能跳舞了？说我重心不稳，哪次不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推我啊？要不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推你试试？还有，哎，别去！要不要每次都这样推我啊？我问你话呢。什么？以后别这样推我，黄宇航同学。哼，哟，刚才是在冲我发火吧？你是指这样推你吗？程程，我给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咱们舞蹈社的社长了。第一件我要规定的事就是，绝不能向社长发火。我想，你这个小老光，这简单的规矩还是很容易记住吧？谁承认你是社长了？怎么不同意？干嘛干嘛？看什么？是不是今天的我又比昨天的我更加帅上了一层楼呢？快让开，让本社先过去，你们俩再继续。大家进舞蹈社都知道的规矩，上一任社长毕业后，由下一个年级靠前班级的学生兼下一任社长。我一班，你三班，你应该不想坏了这个规矩吧？规矩是人定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现在做着改变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和气和气，这社长咱就让给黄宇航当吧。你看这当社长，一学校不给工资，二还操心这儿操心那儿的，怎么算都不合算。算了算了，就让给黄宇航当吧。少来，我和你一个班的，还是他和你一个班的？你忘了学期末最迷人班长奖评比标准了吗？担任某社团社长可以额外加10票呢。哦，看来我劝不住了，你们俩继续吧。作为舞蹈社的成员，就有义务维护舞社的传统，不能坏了学长流传下来的规矩。学长上学期就说了，希望舞社能不停的创新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该做些改变。遵守传统和舞蹈创新一点也不冲突。喂，金同学，你就别跟黄宇航争了，今天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这舞社社长都是黄宇航的。我说你们难道就没看到秘吗？蜜？什么蜜？杨蜜啊？蜜 ME 蜜，我呀？你们的英语是数学老师教的吗？你们在这争了半天，难道就没看见我进了练习室吗？从我一进练习室，你们在这争社长没完没了，根本没人关心一下我，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就
就是不存在的吗？我好伤心，我好难过，我好冷。黄一航，抱紧我。锦城，抱紧我。小易，来哥哥抱抱。王麒麟，你吃错药了吗？我们谈正事呢，你自己一边玩去，别来掺和。我哪叫掺和呀？你看，你想当社长，程程也想当社长，我一做社员的，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五社更不可能一日无老大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训练前，还是先把社长给决定了吧。你们说，作为五社最在行贼灵的 idea 是不是超赞呢？所以你说了半天并没有什么用，社长该我来当。社长该我，该我，该我，别争了。都说了该我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们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的话，就拿人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下一任的社长。我们是错过了什么？吓死本宝宝了。莉莉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怕他？哼，等你放马过来呢。读上南山学院初中年级舞蹈社社长的名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他亡的争夺赛，现在开始！准备，石头剪刀布。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，赢了，我是新任社长。不行，再来三局两胜。呵，三局两胜，刚才可没约定是几局。程程，你就服输吧，我才是新任社长。人家才是，好不好？谁让你是新任社长？快，程程。愿赌服输哟！恭喜恭喜啊！对，别老别老别老！刚才说谁是新任社长来着？我。无论你们刚才的结果是什么，我才是舞蹈社新社长。天宇文学长，我才是舞蹈社新社长。千羽文学长，你不是跆拳道社的吗？怎么有空来练我们舞蹈社的事情呢？谁允许的跆拳道社不能加入舞蹈社？你们社长不是才毕业吗？我就是，我下学期九年级有社长空缺呢，那舞蹈社干嘛不加？加，加得好，免得他们争。我做社长，谁有意见？你争啊，你继续争啊。哼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最讨厌你们这群七年级的小鬼子。舞蹈社我不会常来，但是这舞社内的一切事情都得听我的，有什么事情到九年级二班找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训练了，训练了，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训练，好，训练。谁承认你是社长的？怎么不承认？我叫不容易，你凭什么这么讨厌？黄宇航同学。程程，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咱们舞蹈社的社长。靠，重庆啊！这样啊，可以的。
开始。从我一进练习室，你们就